许艾哲提高弧，王太玉又来一个了，朱哥。No look pass， 而且王凯玉是在空中拉开的一个灌篮哦，是对国体大的一个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尊重的表现哦。对，许艾哲空中交给郭发言，篮筐歪掉了，哇哇！今天政治大学就是要上演阿雷乌。哦，所以跟第一天讲的一样，大家其实看到这个球，高位挡拆切入之后，哇，这个已经来不及了。对，重点是莫巴也扣下去的时候，远边的裁判已经举着说啊，篮筐歪了，大家停一下。我的天哪！